这都说好的事，你怎么又不安了？你说你，不是老钱不安，是老钱家楼上那秦大妈不同意。哎，不是，秦大妈担心那贼踩着老钱家的防护栏，爬到秦大妈家，就像老钱担心贼踩着我们家防护栏，爬到老钱他们家，就像我担心贼踩着你们家防护栏，爬到我们家一样。所以，秦大妈不同意安了，她也不让老钱他们家安，老钱不安了也不让我安，不让我安我也不同意你们家安。 累死我了！谁让你都抢着说的？我不是觉得你，行，你这都别说了，我不管秦大妈家安不安是吧？反正我家得安。哎，不，另外咱们仨不都说好的事儿吗？咱们三个是说好，但是现在秦大妈不同意，那不让我瞒你当然也不。我不管，反正我家就得安。哎，秦大妈来了，你直接跟秦大妈说什么事儿啊？不，秦大妈，我跟你说，物业花钱给咱们安纱窗防护栏，你家安不安？物业给咱们花钱啊？ 当然安了，有这好事儿，千万别落下我。<笑>那不是，那你说完了可别后悔啊！可有一样，万一我楼上那家他不同意安防护栏，那怎么办啊？好办呀，麻烦您啊，把这事儿通知给您家的楼上，然后再麻烦您家楼上再通知您家楼上的楼上，然后再麻烦您家的楼上的楼上把这事再通知给您家楼上的楼上的楼上，然后再麻烦您家楼上楼上的楼上再通知楼上楼上楼。 我这是说清楚了吗？你的意思是说通知那外星人，问他同意不同意？对，帅。哎哎，董明你在呢？哎，不是，哎，诸位不要冲动，什么事？慢慢说。对，慢慢说。我们是来感谢您的，感谢感谢您的，感谢。 哎呦，那不敢当，不敢当啊！我们物业在业主做什么都是应该的，千万不用谢我。您太谦虚了，总经理，这是太谢谢您了。这是您就是我们的贴心人啊！不是这送给我的。哎呀，那就欢迎总经理讲两句吧。行行行，讲讲。哎呀，这个我先听拿出这个。哎呀，这事先没什么准备啊，这个我说两句。 反正不管怎么着，今后我们物业就是你们的亲人，把当成自己人。你们想要什么，需要什么，你跟我们说，我们保证全力做到。谢谢你们。好。哎呀，不用谢，不用谢。你们物业出钱帮我们安防护栏，应该我们谢你才对。对。不是，你等会儿什么？就是你们物业出钱帮我们安防护栏啊？对呀。对呀。 什么属实事？我怎么不知道啊？没没没没没这么回事啊！哎，你说好的我们装，你们出钱，你可不能出尔反尔，说话不算数。是，就是，这不行。再说了，我们都跟厂家订了货了，那钱都交了。对呀，对呀，谁让你们订？你们自己订的货，你们自己交钱，我们不负这责任。不是，还不能言而无信呢？这是什么？没事，对，听我说一句，是。 我们装，我们出钱，还不找你了？哎呦，不，这老总这境界就是高，谢谢您，谢谢您理解。大家把发票留好了，找董经理报销。哎，报不了，报不了，怎么不就报不了就算了？
将来啊，咱们从那个物业管理费里扣。对，那可不行，真的不行。什么行不行的，就这么定了。我们现在回家就准备等着来安房玩。早让你给弄死了。哎呀，祝葛凡，你有完没完啊？啊，那么大个人，心眼这么点小。行，你那个蛾子，我回头抓一只还给你，好了不？本节目由澳门新葡京娱乐城独家赞助播出。打开新葡京娱乐城官网，3w.99.4466.com，500万提款火速到账，官方直营，大额无忧。好，此蛾子非彼蛾子。其实我知道，你根本不是对我蛾子使劲。哎呀，诸葛凡啊，谢谢你哦，你总算是长大了。那是对我，你不愿意让我报考律师，你根本瞧不起我的梦想。你，诸葛凡，我跟你讲啊，我是不愿意让你浪费时间啊。我那是为理想而奋斗，怎么是浪费时间呢？好，诸葛凡，不是你浪费时间，是我浪费时间，说那么多废话，好不好啊？啊，怎么你后悔了？我后悔什么了？后悔嫁给窝囊废呀！你现在还走还来得及，来得及。祝葛凡，你自己说说，你还烦啊？我烦人烦？你烦人？烦人怎么了？我做饭去。你做饭，哎，烦人。烦什么人？我告诉你，你做饭，今天我也不吃。我别理你，你还愣点。桌子，怎么了？什么事儿？什么怎么了？什么事？你答应人家说给俺房户老六咱们出钱，怎么会呢？我告诉你，那是诸葛凡说他们家进了一只蛾子，所以我才说你就安上防护栏和纱窗就不进了吗？不，你安什么都行，你安把你安着我都不管，你凭什么咱们出钱？哪有钱？凭什么呀？不是，谁说咱们出钱了？我怎么可能那么傻？你胳膊肘往外拐吗？我没说。你真的没说？当然，确实没说，肯定。这个事我再调查，我先不追究你了。吓死我了，我以为你有准备从我工资里扣钱呢。哎，对，我不追究你了，但是我给你个立功赎罪的机会吧。干什么呀？千方百计想办法别让他们安上防护栏。别让他们，这人自己想，咱哪阻止得了啊？阻止不了是吧？那可不。行，他们要是安上防护栏了，就要物业出钱，到时呢我就从你工资里扣。一个月扣不了，你就来了，我还想扣不了，扣四个月了，我一直扣到您退休。哎呀，朱大哥，你说我说您什么好啊？是吧？哎呀，家里都挺好的。行，不是诸葛大哥，你是我怎么说你？我这好心好意让您在家里安这个纱窗和防护栏啊，你怎么反过头来害我啊？不是，这王胖子不让我们安吗？他不让你安，你也不能说是我们物业同意给您出钱安啊。我是这么想的，兄弟，你看，我是吧，先说是你们物业掏钱，把他们糊弄住，然后等我按完了，他们知道也晚了。你看我这办法好不好？一点都不好。您倒是真把他们糊弄住了，他们就相信是我们物业掏钱安的，这下可好，全跑到物业说都要安了。你这物业受得了吗？这董经理已经下了死命令，让我妥善处理这事儿，说要不然就扣我的工资。您说这怎么办？你看。我只想练口才的事儿了，没想这么多呀、哎。您不想那么多能行吗？您倒是练口才了，您赶紧帮我想个主意吧。我哪有主意？你这样，你跟他们说清楚不就完了吗？现在能说清楚吗？啊，这那能不花钱安门窗谁不干呀？都积极着呢，都已经跑到那个生产防护栏的厂家，都把货都给订完了。您说现在怎么办？你别急呀、啊，你看我都没急。您是不急，这事儿又没摊您头上。是，你别着急，容我给你想办法。要不这样，你把这话跟他们说清楚。我已经很好。要不这样，你把他们阻止住。怎么阻止啊？你把他们进货的车拦门外，货进不来，安不上不就完了？你看，这招真损。哎，不过就照此下策办理吧。好不好？哎，
不对，咱们小区安这个防风窗和那个纱窗没什么问题吧？有什么问题啊？好听。我听说那个运那防护栏那车马上就来了。是，小八，不是，这是怎么了？没有，我高兴的太快了。哎呀，胡队长，我说您真是个好队长啊！我代表我们全小区的业主向您表示感谢。啊，不用谢，那是你应该谢的。不该，我是说那是我应该做的。谢谢。不客气。怎么都没问题。哎呀，我起不来。停。看你往哪跑！哎呀，下来！怎么回事？我告诉你啊，本小区禁止货车出入。这可没有啊，那辆车你怎么不拦？那辆车没装防护栏啊，不是，我是说，那辆车那是私人业主自己的，你不是业主啊，你我不认识你啊，我哪知道你装这么多东西，你跑我们小区来干嘛？万一是偷东西的怎么办？我往小区送东西，我怎么偷啊？不是，对，你是这个拉东西进来了，那也不行啊！你万一是从别的小区，你顺的东西跑我们这儿来销赃怎么办啊？我们可是一个优秀的文明小区，你这儿是不是赃物？谁知道？不能证明吗？我告诉你，不能证明，我就把这个车扣了。你凭什么扣？你是警察。我再说了，我有证明，厂家证明，你看看，还带厂家证明吗？当然有。啊，不就是个发票，还是手写的？手写的清楚。那瞧瞧，这也是小厂家，大厂家人都是机打的发票。那好，就算你是真发票，那手续也不全啊？怎么不全？你再拿那个什么户口本、驾驶证、身份证、独生子女证、结婚证，还有这个退休。行，我送货的，我要结婚证干嘛呀？我证明你是不是个好人啊？你留着小胡子出名就完。岂有此理！我找你们队长去。你要不用去了，我回来，往这儿看，本人就是保安队长胡大鹏。好嘛，这什么人？哎，老张，你怎么刚来？我们等你半天了。我早就来了啊，他不让我进。哎，胡队长，这是我们楼里定的这防护栏儿，这是咱定的防护栏啊。对。哎呦，你看你怎么不早说？你说是防护栏，我早就跟你说了。你说了吧，你肯定忘了，你没说。谁忘了？好，那让咱们卸货吧。我帮你们卸货去。那倒不用，等卸完了我们找结账。行，好。不是着急，不是那个，这钱大哥，我还是帮你卸货吧。卸好。哎，这个要装。慢点。哎，拿住。先装哪家？装先装我们家。大家怎么样？守秩序，对，别吵，注意先装。咱们别吵，到底先装哪家？先装。不是我说啊，既然大家争执不下，那干脆咱们就先装啊，甲得了。哎呀，不行啊！您先装我们家，我着急等着出车拉活，你知道一小时损失多少？不行，我不同意，你还装不上呢。还是先装我们家。那也行。那我要是不同意，您也装不上。哎，你这我还得给我孙子做饭呢。还是先给我装得了。哎，我说那妈，您看您让给我行不行？凭什么呀？我们都是做正经事儿的人。哎，怎么说话呢？你什么意思啊？你正经事儿，那合着我就是一闲人？你自己说的，我没说，你们都听听着呢啊！别，邻里之间咱你别吵是吧？咱们吧就按亲民之间。就是为了避免咱们伤和气啊，我呢就发扬一下风格。行，先装我家。凭什么？凭什么？停！一碰它就掉下来了，你怎么掰下来？谁掰的呀？你掰的！你这质量也太差了，就是不装了。说什么质量？你看一碰就掉了，我都拉来了，你们说不装就不装了。耍我玩呢？谁有时间耍你玩？您那什么质量一掰就掉了，不装了。这他掰的，怎么会是他掰的呀？当然他掰的。第一，他不是大力士；第二，他也没有特异功能，怎么这么一掰就坏了？他刚才就是鞋护栏质量有问题。就是有问题。大哥，您赶紧去看看吧！啊，这都快炸营了。啊，就没用你过去劝去啊？我劝什么呀？我连车都没拦住，大家伙现在马上要安了，我没那口才，这得您来呀，老胡。你承认我有口才呀、啊？
那当然了，全小区谁不知道您贴着佟家住个房呀？哎呀，没想到我隐藏这么深，还是让群众给看出来了。既然群众看出来了，那这事儿我得亲自管一下了。赵爷一定要去啊！祝您马到成功，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啊！快！哎呀，这咋回事啊？我说，别埋着藏。别！诸葛先生来了，你给评评那理。你看看他们这质量，一碰就掉下一个来。对，就是。你这什么质量？怎么一碰就掉啊？他掰的。哎，我不是你这东西不是掰不掰，就是质量有问题，你知道吗？没装了，就能装质量，不能装这样质量。不装了是吧？对呀。不装也行，你们得赔偿我的经济损失。这个护栏的这个运输费、维修费一共是8400。你呀，别算了，你先赔我们大伙10万块钱吧啊！哎，你说什么？说什么？就你这防护栏要是安上，那得给这小区的业主造成多大经济损失？说说，光伤人不说，另外你这东西对入室盗窃根本起不到什么任何防范作用，没有，所以说你必须赔偿损失，懂吗？对，我这还没装呢，哪来的经济损失啊？啊，不是啊，对于我这一个专业的法律爱好者来说，那是经过周密细致的计算之后，哎，推测出来的。对，这推测也算呀？当然了。哎，诸葛先生可是我们小区的法律顾问，他说准没错，知道吗？对，好了，咱们到消息告诉他去。对，把车号给记下来。看见没有？还是诸葛先生的太有口才了！对，兄弟，你也不错啊！诸葛大哥，我就说吧，咱全小区就您口才好，是吧？哎，您看这防护栏既然有问题，是不是还得安呢？还安？不是，您不是害我吗？这怎么还安？我把话说完呢。我说那个，咱们呀，听我说啊，我前几天啊，在那个市场看到一种新型的防护栏。啊，能够防攀爬，而且安在窗户里边，你大伙安不安？还安不能安了？我把话说完呢，咱们安可是安，得自己掏钱啊！不，你看这钱不由物业这。哎呀，上次啊，我是怕你们反对，我是瞎说的。其实这事儿跟人家物业一点关系都没有。对，我们物业从来没说掏钱给大家安防护栏，自己花钱安。那玩意儿干什么呀？这么捣乱，就是乱。说好事，你们这……哎呀，慢走啊！哎呀，慢走，走了。哎呀，诸葛大哥，太谢谢你了。我有才吗？当然有了。得感谢我吧？感谢。那我还得告诉你。好。亲娘的妈呀！你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太有才了。儿子，玩什么呢？那是，啊？您看来，什么呀？您看啊，蝴蝶。对呀，我妈给您专程买的。你妈给我买的？嗯。不可能。什么叫不可能啊？我妈说呀，把您那只要用的蛾子给弄丢了，买只蝴蝶赔罪。街上实在是没有卖蛾子了。那就买只蝴蝶呗。真的呀？真的。瞎说，肯定是你给买。不是，我又没有钱，除非我妈给我点零用钱。儿子，你用你自己零用钱给老爸买的蝴蝶？但不是。这些别说了，儿子，太让老爸感动了。老爸把所有钱全给你。莫名其妙，给我这几毛，真是的。哦，不要钱。不要钱呐！这又不是我买的。哎，儿子，你看这是什么？猴片。嗯，老爸买的，但不给你妈。不给我妈，那何必呢？儿子，你给你妈送去啊。我。我就送。好吧。诸葛凡，烦死！哟，烦死！
妈妈，吃药。儿子，嗯，你给妈妈买药了？哎，不是我买的。不是你买的，是哪个买的呀？我爸爸买的。真的？真的。虾酱。他怎么会给我买药呢？哎呀，我怎么又成虾酱了？哎呀，儿子，是你买的就是你买的嘛。哎呀，不是我买的，就你天天给我那点零用钱。你拿零用钱给妈妈买的药啊？哎呀妈呀，哎呀，乖儿子，真是妈妈没得白疼你哦。以后妈妈所有的钱都是你的哦。哎呀，妈妈呀，不是我买的，你怎么都有这毛病，都是我爸买的。不要瞎讲了，儿子，就是你买的，就是你买的。啊，不是我买的，我爸特意给您买的。哎呀，要老公有什么用啊？还是儿子好啊。说废话，没老公哪来儿子？哎呀，说的还挺有道理，儿子有用，老婆没用。哎呀，这会儿夸儿子也没得用啊。看到了没得，我儿子给我买的哟。别臭美了，谁你儿子？那是我买的啊。你买的？哎呀，鬼才相信是你买的呢。鬼才相信你。哎呀，你说我这儿子非要给我买蝴蝶，我说不买不买，他非得给我买。有人吃醋了吧？啊，吃醋还喝酱油呢。这个蝴蝶是我买的。你买的？怎么可能啊？真的是你买的呀？那蝴蝶真的是你买的呀？你不是喜欢蛾子吗？啊，老婆，咱俩真是，对不起啊，是我太冲动了。没有，主要是我太任性了。不，老婆，是我太不理智了。是我不讲理，不，是我不讲理，是我不讲理吗？不是我不讲理吗？哎呀，明明是我不讲理嘛！看你总说你不讲理，你这话说的你真不讲理。你看，你都说我不讲理了不？是我不讲理不？我。Thank you.